早晨，早晨。今次咧系我第二次去行一啲海拔比较高嘅山嘅。因为第一次个经历唔系咁好啦。嗰时喺玻利维亚，咁就爬一个山叫做 Uyana Potosi。咁嗰时我记得咧就系去到5800米左右啦。咁高山反应 pass out 咗，半休克嘅状态。咁自此之后咧，我就好少再去。行一啲海拔比較高嘅山，咁今次係第二次，咁因為嚟到尼泊爾唔行山真係唔知道可以做咩，即係對我嚟講啊，因為喺尼泊爾呢個國家係有好多海拔非常高嘅山係喺呢一個國家入邊，喺尼泊爾入邊。呢度会系我嘅第一步，出发嘅第一步去 Annapurna Base Camp， 要安排我之后嘅旅程，所以迟咗出发。而家已经系11:00几啦，所以咧我要。Welcome to up. Nam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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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咗应该9个字度啦。我已经开始唔想行，我怀疑咧。我咪孭得太多嘢咧，但系冇理由啊！我见到其他啲人孭嗰啲背囊仲大过我嗰个，跟住。checkpoint， 啊，玩到成身汗。呢度应该有2000米左右。啊，好肚饿啊，好想食嘢。跟住我应该有几耐？应该1公里到啊。做咩啊？做咩系咁跟住我啊？你系咪想 join 我啊 ？Hello， 靠。行啦行啦，上山呢个身呢要傾斜，跟住兩隻手放喺後面，逗住個背囊。哇，咁樣會好啲啊！第一日，呼，上咗好多斜路啊，上咗超多斜路。啊，見到我個守護犬啊，喺前面啊，我以為佢已經。抌低咗我添，揾到朋友啦你。Go！ 座橋應該就一路咁樣上去，咁就去到第二日嘅住宿嘅地方。
咁嗰度应该就会攀升翻，大约都应该有1000米度。国桥啊，希望冇人会抽板。尤其是当我喺经过唔同嘅村落，去见到唔同嘅人喺度居住，喺度生活。他们所有的资源其实都是靠人，靠一些 porter 去搬上来，或者一些动物去搬上来。所以其实每一样资源在这里都是算是比较珍贵的，也都是当你越上越高的村落的时候，所有的物价都是会相对比较贵一点的。会令我想起香港的时候，很多东西你很容易就会得到。但是这里可能就算用张纸巾，或者你喝啖水，或者你用电，所有东西都是不是那么容易咯。当然你有钱就可以了。但我知道有一样东西是买不到，就是这一切的大自然是你没办法买得到。啲蚂蚁日头咧就好热，夜晚咧就好冻，一步一步。Almost done。点解要爬山呢？好地地坐下车，去到个山脚咪算咯。好攰啊，又口渴又攰。唔系啲乌蝇咧，系咁喺我侧边飞嚟飞去，算啦，都系瞓一下。亲爱的牛大哥，可以让条路给我吗？我想过那边啊。第三日，而家系朝头早嘅，差唔多8点钟啦。我应该7点钟起身嘅，跟住一起身先发觉两个膊头啦，跟住大髀啦，跟住后面屁股嗰啲位啦，系好酸痛啊！但应该都系好事嚟嘅，代表我啲肌肉开始增生啦。所以我行完之后应该系劲大只咯，超级大只。最主要咧，可能系琴日我行到一半嘅时候咧，我以为荡失路啦，我以为行错咗啦，跟住我又行翻转头，但全部都系上山落山嘅路嚟嘅。咁嗰度一来一回咧。其實就因為我又急啦，可能行得快咗，所以令到啲肌肉咧就更加。咁啊，希望可以今日去到叫喜馬拉，即係應該4个村落。咁啊，希望可以喺黃昏日落之前咧就去到呢個地方，同埋要視乎嗰個身體狀況。而家12点，应该仲要行多一个钟先可以找到下一条村，跟住食饭。
每一步每一步去行，望到周边嘅景色开始慢慢慢慢唔同，慢慢唔同。而呢一切都系大自然嘅能量啦，可以治疗到我嘅心，令到佢好似好平静咁，好似所有嘅烦恼都冇晒咁样。之后再谂翻，究竟嗰阵时我嘅生活系到底为咗啲乜嘢咧？或者生命到底又系为咗啲乜嘢咧？可以有好多嘅时间同空间去思考呢啲问题。最早出發和最凍的一日是一個朝早，這些就是叫 porter 或者叫背夫，就是專門幫一些遊客或者旅客背行李的。因為由海拔1000米一路行到上去目的地，即 ABC 的 base camp 咧，咁都有3000米，所以如果太重太多嘢嘅話咧，咁就需要去請嗰啲背夫或啲 porter 去幫你去孭啦。我真係發覺佢哋哇，好犀利！太陽啦。第一步，每一步都是第一步，每一步都是第一步，不断去咁样提醒自己。每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发现自己有啲咩不足的地方，有啲乜嘢我需要改善，心态上面要改善，然之后行为上面我都要作出改变。咁呢啲都系透过喺呢个大自然喺呢座山入边去教识咗我。虽然系有少少辛苦，但都要好多谢呢一切，非常之感谢呢一切。So nice, so nice. 风云变色啊！啱啱食饱饭，好冻啊！一冇咗个太阳又好冻啊，同埋咧 ，feel 到我身体已经系好嗰啲咩啊，消耗得好犀利，真系太少行山了。開始有少少高山反應啦，即係個頭開始有啲痛啊，要食。但係瞓咗一晚之後，咁個感覺幾好嘅，即係個狀態唔錯。咁希望今日上到去上面都好事啊！到差唔多海拔4000幾嘅地方，真係急唔嚟，唔可以急。慢慢嚟，一步一步。如果而家有人问我呢条气唔顺啊，我谂我会答佢：系啊，我条气有啲唔顺啊。
行咗五日，終於到啦。Annapurna Base Camp 4130米，但而家呢一度只不過一個開始，我哋下一步就係要出發去上面嗰個頂峰，咁應該有8000米以上嘅。好，出發。算啦，都系下次先，有机会先。一路行嗰阵时候，我都不断喺度有问题，好多其实有好多问题出现喺我个脑入边嘅，即系譬如有一个就系、是有好多人啦，佢哋会继续可能去爬更高嘅山，即系可能上到真系顶峰啦，不惜任何嘅代价。但系到底又系因为啲乜嘢嘅原因咧？咁样，我谂咗好耐，但系我都唔知道。个答案系乜嘢，或者我以后我都唔会知道个答案啲乜嘢，但我好清楚知道有一样嘢系喺呢段嘅过程入边，我得到嘅嘢或者学习到嘅嘢系无价嘅。用了五日上嚟，我希望唔使用翻五日落去。Yes, Cordelia。铁蜘蛛，铁蜘蛛，铁蜘蛛揾翻你啦！铁蜘蛛，揾翻你啦！铁蜘蛛。